刷令的破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刷令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。今日要来鹿港还愿。还愿？没有，你用许愿池不用还愿。去许愿池跟这个鞠躬多谢。这边的许愿池就念声的。应该我福的愿望就是两万订阅，但是已经够了，现在就来福更卡多的订阅 ，Go。好。菇咧，啊无看到啊，都揣无避开啊吧。多谢这个许愿池，即卖新的愿望就是破五万，破到五万啊。啊？这两个杯，破杯。橡皮擦诶。橡皮擦。好，大家考试的时阵，对，要加持一下。去文昌。嘿，等下去桂英楼。哦，这个就是妈祖的追生碟特奖，对，李准基特奖，有存无保庇，你存的来对就袂中毒。嗯，好，走。去过香炉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专家王刚，啊不是王王。今天你来鹿港吃米线糊。顶届我家己来是食对面的阿张米线糊，看一个，蛋花，咕溜咕溜的吧，袂歹，这个饭足香的，两对面，来，内底就是足侪煮的吧，蛋花，虾米，笋啊。它没有调，就是没有醋的调味，还不错，对，都是醋要自己加，然后直接吃就很好吃。阿张五八十分，是哦，那这个五八十分，哎呀，伊个调味我较介意。它直接吃就像恰巴鸡那种味道，对，很爽啊。哇，伊个巴麻好吃，是哦，应该食阿张较俗的。哦，这个是二十个。阿张是二十块，对，哦，真的吗？欸，很便宜耶，所以那是介绍算落去是同款的 level 诶，程度差不多，因为伊的巴是较侪啊。但是我的口味我较爱食无掺醋的，醋掺落迄味拢变啊。这个就随便你加。挑战 MC。好。MC 面。哇，你这个快要被香菜淹没嘞！加太多了。加你的油库口的口感不感？看嫩诶，就是入口即化。油库口是，你就是你家醋是可以再继续调味的，可是它已经是咸的，吃起来就刺肉羹的感觉。OK， 今天你的鹿港的报就到这咯，但是还有抽奖，抽啥物件？留言要讲啥物好咧？留言讲，妈祖天后宫棒棒。好，那我们就从有留言的人里面猜抽。差不多啦，今晚就要去吃饭桌了。那就待会见喽，拜拜。